没想到会是这样被他发现我另一个身份。就算心里已经演练很多次，我还是担心他会怎么看我。慢慢靠近 Let's not think can be 你决定我和你的世界就只为你唱不断重复回放。糟糕，迟到。就那团就很面熟啊，就上次那团啊，你看那背手超僵硬的就知道啊。你才僵硬哎，我超僵硬的，我今天超帅哎。你要找到吗？没啊。我真的有看到他吗？有啊，我放他进来的。什么东西啊？谁啊？就那个没，那个啊。不会吧？不会是小叶吧？啊，是他吗？小叶今天有来。有啊，他站在超前面的。我怎么都没有看到啊？我也没看到啊。嗯，好吧，那我们边走边聊吧。来，走，走，吃东西是吗？那我就不去了，我还要回去帮我妈收摊。啊，你不去啊？有保点东西回家吗？不用了，你们吃就好。好了，你回家小心哦。好啦，记得回家、哦。知道了。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晚安，拜拜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拜。哎，回来了！回来啦！今天表演顺不顺利？蛮顺利的啦。你今天要出去的时候急呼呼的，有一个人来找你。谁啊？我没有看过啦，一个男生，高高的，然后瘦瘦的一个男生。妈说的是叶广吧？我没有看过。下次上课啊，我要听到这首曲子的开头跟结尾，嗯，要多多练习。好，老师对不起，我今天迟到了。没事啦，以后不要再这样。嗯，好。多练习，先走了。老师路上小心。叶先生。嗯，刚刚徐同学请我把东西交给你，因为你在上课，所以他就先走了。啊，晚安，谢谢。
光光，我们回来喽。妈，你们怎么提早回来了？事情做完就回来了啊。哎，你这几天有没有乖乖的？嗯，有啊。怎么觉得你好像要变瘦了耶？嗯，有吗？这个蛋花汤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最近发现这个……不要吃这些不营养的。哎呀，最近功课怎么样啊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爸爸在跟你讲话，你东张西望的。你每个老师都跟我说你上课不专心，没有一个在夸你的哦。都已经只考上海城了，你可不可以有一点自觉啊？你给我听好，快要选学生会长了，我和你范叔叔讲好，你可以找他儿子瑞豪帮你，不要再让我失望了。好了 ，relax， 不要把员工那一套用在儿子身上。嗯，坐下。嗯，外送快到了。妈妈订了上次你说很好吃的那一家 pasta， 我还帮你订了招牌红酱，它的肉酱非常多，可以帮你补充蛋白质，而且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还会附一盒那个沙拉蔬菜，营养满分。来啊，啊，给你看一下我们下南部的照片。哥，我那个音档传给你，你再帮我听一下。当小朋友，你要去念 Berkeley 哦？啊？有的想，想去就去啊！这学费很贵吧？学校会补助全额奖学金给我啦，只要我选上学生会长的话。那你选得到吗？我还没有报名呢。干嘛不报？担心你啊。担心我什么？担心这个面瘫，还有担心你不会照顾你自己。徐喜章小朋友，我已经满18岁了，我已经长大了好吗？你看一下这间店，徐妈面店是我开的，我最会照顾自己了好不好？有梦想就去追求，勇敢一点。现在请你去打烊，不要一直在那边偷笑。好啦。叶光，你要参选？其实我想跟你说一件事。嗯，什么事？就是我的梦想是去读国外的音乐学院。很好啊，听起来不错。嗯，但是我怕我出国会造成家里很大的负担，所以我前几天听老师说，如果我当选学生会长的话，学校就会给我一笔奖学金，我就可以出国留学。所以我在想要不要试试看。要啊，当然要试试看，这么好的机会。你不会介意吗？不会啊，为什么要介意？反正参选学生会长本来就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，是我爸要我参选，我不想让他失望。赶快填一填，不要犹豫了。你加油！
要先从这里开始。学生会会长人选已经出来了，叶广确定会参选学生会会长，还有那个我调查过的那个徐启章也会。谁啊？很讨厌哎。那，好方法啊！你也去参选就好了。Good idea！ 聪明哎。当然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广广，爸爸跟妈妈临时有事又要出门几天，你记得要好好读书跟吃饭哦。喂，你有空吗？我在店里，怎么了？我想要把裤子拿去还你，顺便找你喝个汤。陈卓惠是怎么样？你的钱会想给九九啊？喂？喂？你怎么变了？你还好吗？叶广，抱歉，我现在真的没有空。不要闹了嘛！我的面啊，我煮面啊！那你妈怎么说回来？我跟你讲，你妈只有是我姐姐。旭生，叶广，你小张的朋友，你谁？来，你谁？给钱啊！给钱啊！再不走报警呢？又怎样？吓到你吗？你来这里，我帮你看你会哪里受伤。哦，小心哦。这里吗？对，坐吧。这里很痛是吗？应该是。我帮你一点点。我自己来。哎，会不会感染啊？我带你去医院。还好啦，小伤而已，擦个药应该就没事。没想到你那么辛苦。好了，小心。谢谢。我帮看你还有没有哪里其他地方受伤。这里还会痛吗？你这边怎么红红的？我看一下。应该是今天刚被烫到。怎么都不说？不会痛吗？没事了，被烫习惯了。哪有被烫习惯的啦？常在面汤帮忙了。哦。就只是说笑，整片都是红的。不行不行，我自己解决。
我自己拆了，谢了。这么多 CD 啊！哎，这都你的哦，超酷的！对啊，全部都我珍藏。这你偶像哦？他是我爸，音乐人哦，出过很多张专辑。酷哎！那他有开演唱会吗？我想去听呢。他在我国三那年就走了。总有人会来，不需要掩盖，像天空大海，从来不曾分离，也无法更加靠近。我爸是唱歌最好听，吉他弹最棒的爸爸，就算只有我跟我妈两个歌迷也无所谓。找存在的定义， I wanna be your faith in slow motion, I can't forget your face。 他是全世界最棒的歌手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在浴室倒下，送到医院。Sorry， 没事了。跟我长得很像哦。你怎么了？我是在想，你经历这么多，怎么还能像现在这样？肯定遗传到我爸爸。不管多难过，遇到了什么事情，他总是会跟我说，睡一觉起来就没事，然后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。那，去吧。去把脏衣服都换掉。怎么样，还不错听吗？
我觉得还蛮有层次的啊，还不错。这只 demo 做完记得给我听。哎，好啊。这耳机哪里买的？我觉得音质很不错。哎，我存很久才买到。哎，改天带我去买。哎，你还想不想听别首歌？嗯，好啊好啊。还有什么？我来找一下。夜广，夜广，夜广，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